病院甲学校拢办了非常的成功，阿信又搁有心啊！即摆病院真守信用，对阿信母仔囝照顾了无所不至。病院家己早前对政治的热心，嘛只是三不五时报纸头影一个。时间过了真紧。大汉查某囝佩婷一日一日大汉，第二个查甫的佩立嘛已经三岁啊。这种幸福快乐的日子，阿信嘛就是讲会当一直继续落去。也毋过代志开始变化的这天，看起来。嘛是真普通的一天。佩英是恁阿母，你是啥物人？哦，我伫个店面看过伊啊。恁店面？就是阮酒家啊。啊，毋过你放心啦，佩英吼，伊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伊真守规矩啦。就是拢爱听咱查某人讲话就对啊。你敢若真了解伊啊？政治代志我是拢无错，所以我拢毋知影伊是伫外口创啥。无啦，啊伊嘛是拄仔好，因伫遐开会咧讲，啊我坐边仔听，所以。你才知影一寡，药我已经替你开好啊，你摕转去食看卖咧。你的毛病不是真严重，应该是无啥物问题。多谢你呢，阿信姐啊。久无看的呢，你哪这么久拢无来啊？你是？我是一边老的胡咪哥啊，你哪这么紧就甘放袂记的？哦，是你哦。马紧啊，有闲爱过来坐呢。哎，这囝足古锥的呢，你叫什么名？你叫佩丽吧？你叫佩丽哦，你足古锥的哦，我是胡美可阿姨啊。哎，哦，我拄仔吼来恁太太看病啦，伊人真亲切咯。哦，来啦，你拿我来头。浩桑，我先来走。阿信姐啊，我先来哦。嗯。阿你偷偷食饭无？有。乖。阿姐，我刮饭来给你吃，趁小金吃，啊。来，你来我抱。来，美女。多上坡，哎呦！你跟伊结婚了，啊？对啦，三伯后要增加医疗器材单，你签袂？
回来处理就好。那边哪会用的啦？你是校长呢，公司当然要照定数来啊。美丽，杜尚哦，教你汉文好不好？是，教你这字哦，一秀，这是你的名，叫做立。嗯，足巧诶！等你较大汉的时阵哦，杜尚，我教你北京话好不好？好。美丽，啊，你哪会识识胡碧可啊？就头段你伫外口甲讲话迄个小姐，哦，伊叫做胡美可，我已经袂记伊啊。啊，你是咧对熟识伊啊？嗯，我都平常熟识啊，我啥物拢袂记啊。阿姐啊，你紧食啦，啊！嗯，我找别个啊，叫别个指导，啊！哎，嗯，都从这里叫别个指导，哇！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平，领导是三国周游赤。这是苏东坡描写三国的书，实在写得真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江先生，安奈这罕见啊？是啊，阿信，真久无看。听伊讲，你脚手真紧啊，囡仔拢已经生两个啊。是啊，啊，张先生，我听我阿娘讲，伊即摆每个月拢爱请你去替伊做一遍身体检查，安尼才会较放心。多谢你啦。是啦，其实啊，伊嘛无啥物毛病啦。咱做医生拢知影，迄是老大人的心内因素。是啦。对啦，阿佩英咧？啊，伊即摆咧好好保养啦。我已经叫人去请伊过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坐了，坐了，坐了。哎，佩英真正足无用的啦，伊哦，无用到安怎？我来这一百遍吼，九十遍拢无看伊人啦，吼，对吧？坐坐。但哦，迄青信佩英吼，刚才有佩英咧斗三工啦，哪信哦，才发到做一个好医生，对吧？是啦。哪信，我甲恁介绍一下吼，这位。啊！你坐啦，这位吼新兵部的吴记者啦。哎，你好。啊，这位是文化协会台中办事处的敏雄，哈。你好。这位吼李喜先生啦，伊吼日本京都大学毕业的，而且即摆吼佫是台中四方病院的院长。哦，院长你好。哎，稍等下者，那讲到院长，真是有几下个哦。我是四方病院院长，詹先生是台北大安病院院长。头前这位夫人，唔那是清新病院院长，而且佫兼三宝学校的校长哦。唔知大家有听伊讲无？今仔台湾总督府下令将鸦片合法，食鸦片的人，官厅会发号鸦片牌，就当自由向保食买鸦片。哪会安尼啊？安尼，官厅毋是就是咧卖毒，啊毋就是鼓励咱百姓爱食鸦片哦。也毋过会当食鸦片，就敢若咱台湾人，伊日本人也是禁止食，所以毒啊是毒咱台湾人，毋是日本人。全世界人拢知影，鸦片这款物件是会毒害人的身体。日本政府竟然敢下这款命令。那安尼，伊是要来甲其他的文明国家交代。
张先生，你吼是台湾文化协会会长，嘛是台湾民众党的头呢。你别个代志吼，是比阮搁较侪啦。所以，像这种日本人要毒害咱同胞的代志，不然麻烦你想一个好的计策呢。有啦，我已经想到一个计策啦。这是代表咱台湾四百万同胞的心声，是够，恁就知影。只要蒋介石一句话，我一定做到够。到时哦，因出啦，你出钱就好啦。好，阿三阿三。我等你过一个手术，我先过去。真正是做歹势，啊，来一撮也无看到平英，啊，是我先的事啦。免紧啦，快点哦，咱下昏已经超好一摊。时间吼，我负责哦，甲平英救起啦。啊，介绍我大家认识啦，吼。では、先に失礼します。暂时，即个阿平的代志吼，咱若是要有啥物行动吼，我看着爱较细致啊。这你放心，到时阵呐，我会找平英来斗相共。这平英的头壳啊，是金马矿的啦，绝对袂出问题啊。讲到这吼，暂时，你是去掠几摆啊？这吼。两摆啦，头一摆是伫咧台北，拘留64天；第二摆80天，拢总是144天。蒋先生，啊，你含关遐久，你厝里人都足烦恼的。袂啦，讲是讲哦，去坐家，其实哦是去白种遐享受啦。是啊，伤心真是哦。蒋介石向掠伊个干部来巡查，哎，哎，对，路嘛拢怀疑呢，还要看讲，哎，文化校蒋介石来啊嘞。当然嘞，袂输哦，恁大家拢关到阵嘞。歹势哦，我拄在仓库点器材啦。哎，你敢知影？这边蒋老师哦，是为着你才特别来台中的呢。真实了，哪用啊嘛？爱喝我啉者哦。哎呦，莫听讲啦，饮阮是逐工拢伫遐饮啦，是今日哦厝内摆口袋啦，无都敢出来饮啦。五个啊，啊恁做记者的交际应酬是应该的，也毋过人平英啊是三婆学校的主任呢。哎，阮做记者会使去的所在，为什么主任袂当去啊？酒家是啥物歹所在哟？恁讲啊，恁讲啊哈！蒋先生，这边来台中一定有大代志吼。大代志是无啦，啊，就是讲大家老朋友小会一下。是啊，平英平常时啊嘛是真无闲，我嘛唔敢来找伊。今日难得蒋先生来，我是想讲大家出来做伙开讲一下。是啊，即久无听大家啊，做伙臭屁安尼。平英，啊，明仔载早起，咱毋是有电话器材点收？啊，下暗，啊，佫有两个手术嘞。我是想讲囡仔，啊是啦，啊，我想讲咱也无讲唔对啦，囡仔确实爱人顾。平英啊，啊若无，咱另工再约时间啦。真正是足歹势，啊！最近病因，就真正足无用的啦。哦，我教会嘛足无用的啦，我嘛无要去。唔对啊，我本来就无按算你要来啊，啊无你一住若来，我唔得爱住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。无要紧啦，等平英无闲煞才讲啦。平英的代志本来就应该放头前嘛。阿若无，阮先来。
娘，我身上不先跟我讲讲啊，哈。你讲有必要甲我讲安尼？哎呀，政治代志，敢毋是咱自早就讲好啊？这个有什么关系嘞？你一入去，就替我杀个里里里啊！詹姆斯想来来找我，我到即马阁毋知影呢。恁的话真无面子。是你啦，我是惊讲，是惊哪啦？詹姆斯是咱的媒人，感觉伊害我心。我无迄个意思啊，啊，詹姆斯是，伊嘛认为家庭较重要啊。那是你面子。囡仔惊着呢，你别逐个拢提囡仔来个啊！我甲朋友唔知偌久才见一次面呢，大家唔是无闲学校，但是就是病的代志，咁要顾两个囡仔，我一边啊，较晚转来，你都无欢喜啊？摇头是安怎？摇头我都袂想出去啊！我唔是叫你踮喺厝诶，啊你搁走咧？食醉酒啦！哎，你哦，阿你唔是互我歹做啦？江先生，你喊你几时来台中？搁要俾何邦先生甲你见一面，安尼无公平哦！你搁真贤招呼人客，你哪会知影我甲伊毋捌见过面啊？酒啉到遮尔啊凶，敢讲无代志啦？哪会有啥物问题啦？家家吼是互纸抓转去，互鬼算盘尔。暂时你们两个吃，伊在咧讨论我的代志，经营代志先讨论啦。你请你外家来，连日本的新工上海还是北京，我拢讨论了啊呢。迄时嘛唔对啦，拄只伊伫外口丢毒品入来时阵吼，我较早甲伊请入来就好啊。哈？啊？连要入来，就爱先想好讲，当日变来报备哦。江先生，今暗咱有一位咱台中的贵宾在场哦。那呢，咱计划卖讲哈。丽英啊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啊，就是伫咧台中对咱拢非常支持的李院长。对啦，若是看到咱台中吼上大迄间医生馆吼，李大医师。你去吼，就是咱知影大家爱拿钱的时阵啊啦。你哦，真够乌白讲话啊！大牛，无要紧啦，本来就是安尼嘛，有钱会出钱，有力就出力。这当然啦。师妹，我见你。马德古大师，碰上你伫日本读册时阵，就已经替协会做真侪代志。那照你来讲，应该我叫你一声先輩。先輩，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。先輩，较早你伫台湾青年内底，捌发表过有关社会秀的文章，有够精彩。そうですか。そうですよ。从当阵开始，我就对先輩你足钦佩。希望后摆有机会会当定定看到先輩的本相。先輩，你若是有闲，定定来遮坐，甲大家开讲一下。像先輩这款人才，若是无来，对咱来讲嘛是损失，对无？明仔上，咱搁紧碰上一杯。啊，对，莫讲这是亲的问题啦，来，甲裴先生停酒啊。来。
对，明华，顶回吼还佫输两斤呢，我唔肯啊，我要退。今日老师第一只买啊。哎呦，先生第一只那有啥要紧？哎呀，换两斤啊啦。其实拄只李院长讲了嘛真有道理。老实讲，我真希望会当在第二只看到你。虽然我无读偌济册，啊，不过我知你真特别。你讲的话跟一般查甫人拢无同款。你常常咧讲，你反对妹妹婚姻，反对查甫人出世。你认为男女应该平等，查甫人嘛爱受教育，这下拢就有道理的啊。真是的，你讲我拢就有道理的，所以我常常咧想，假使你讲的这代志，然后真正实现，那安尼，这社会就变啊足无共款。多谢你鼓励。你嘛安尼讲啊？恁的理想虽然无啥了解，啊，不过看伊大家这么热情、专心的奉献，我嘛是感觉足感动的啊。大家安尼一届啊，到阵仔才讲你是朋友。朋友的代志虽然足重要的，啊，不过三不五时啊，大家朋友伫个遮开讲饮酒，安尼嘛真好。听恁安尼讲。我那亲像，搁当学生时代同款热情。是的，所以我甲你讲安尼济。啊，袂啦，这是我的荣幸啊。哦，因大家去内底咧等，咱紧袂来去。啊，两个哪会变得真来上好，相相对对哦。暂时，这协会先得用，安尼刚好，无紧，你做先用。今日一托，我请。水啊！来，有请。来。潘主任无？无。小姐，小姐，啊，我今日摕药啊吼，甲进前有啥共呢？啊，这敢是我的？忘掉啊！这是老爹的消炎药啊。啥？老爹？我要摕的是安胎药啊呢。要唔好，刚才讲吼，我发现咧怎，我要安胎，你让我老体消炎药啊，我食落是安怎？你是要哪负责的？大変申し訳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私の誤りです。すぐ取り替えいたします。真是真害呢！那叫一下吼，不要讲台湾，让你发药啊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大変失礼いたしました。ゆき子，上好是啥物代志啊？私が薬を渡し間違えたんです。あ、真正是足歹势。这件代志是阮做唔对，为着要表示我的诚意，这包药啊，我是绝对袂应该收钱的，请你原谅。阿娘，这差不多。想嘛是奇怪呢，俺家己人唔应，俺应本人啊。阿佩丽，那是你在照顾啊？我什么都没得搞，当然得我是个高人。
新様、明日の朝早くから手術が入ってます。お子様も私に預けになって早く休んでください。ユキコ、もしもし、それを信じてもらえ。ご主人様はまだお帰りにならないんですか？其实你知影，我只是烦恼平英，伊来一大阵人出去，哪知影出什么代志，还是讲去什么人弄来奇怪。私分かってます。ご主人様はきっとご存知です。神様に悪気はないって。一定，歹势是我啦，因为这条钱哦，我家己确实有急用着。真正是出事的，啊！不过你放心啦，钱我是早都已经传好啊，啊，等甲平英来一顿来，我叫伊随送过给你啦。哎，院长，平英，啊，你不是约下再要跟我见面，哪会这么才来？啊，钱有退了。林长，无安尼啦，明仔早起，我才阁陪因亲身送过，予你，袂阁予你走一逝啦。阁明仔早。林长，歹势吼。所有人到长江，所有个钱先退给伊啊！啊，迄条钱是要摕来付医疗器材用的，敢讲你唔知影？我再来想办法啦。啊，迄条钱做伊的命大，你唔是你命，你唔要摕出来啦！大钱无多，我嘛是快。今嘛做唔到代志，人是你。你讲话敢着一定要这大声？可真是斗相共，斗什么着哟？啊，今仔人要来收起财钱，这是早都已经讲好啊。啊，咱讲无钱给人，这款代志若是传出去，对咱平爷信用敢讲袂有影响？我唔是摕去做歹代志啊！搁再讲，真正是你的医生，是咱的媒人呢，替伊解决困难，嘛是应该啊。问题是，即摆你斗相共的，毋是你朋友，嘛毋是蒋先生，是政治。敢讲你为着政治，你怀疑一个家，怀疑囡仔，怀疑我？我感觉讲我这么严重，你别来后边讲了。这么后边讲的人是你，这阵仔你语言对我讲袂出，迄个副鼻孔你早都已经熟悉了。啊，这阵仔你搁常常偷偷走去酒家，这么连便宜的钱你还要摕去用，你要叫我叫做唔知，真哪有可能？我并无对不起你啊。我讲白贼，是今日我白想。对胡美国来讲，我只是人客，而且我去啊，不是你所想去做无正经代志。我用公款，是因为我有答应过你，我要插政治啊。所以这几年来，我个协会是愈来愈疏远啦。就算今日我要出力，出一寡钱，敢袂用？
嘛是，我会当做代志，已经真有限啦。是安怎样阿妈问过日子，你都无？安安稳过日子，病到好拢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柯院长，这种日子你还能过偌久嘞？你们怎么发动战争啊？你知影无？敢无你看不出来？遐尔样的代志，我管袂到。就算你管袂到，阿妹代志偏偏有拄着啊。安安稳稳的治，迄只是暂时的。而且，迄是你的日子，不是我的。平安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暂时呀，我今要甲斗三工，去赚迄条钱，我想办法还你。从迄个冤家了后，平英就愈来愈少伫咧病院、甲学校出现了，甲囝仔做伴的时间嘛愈来愈少。Yukiko， 你出来两个去登记一下，明仔载头大呀。新家新入来，就袂歹哦。啊，对，情感。啊，慢慢来行。妈妈，我是骗你的吧？你敢袂记得我？我是吴美国阿姨啊。哥子耶，你袂记得啊？你哪个你这样子的车哈？佩妮吧，佩妮，佩妮，哎，我佩妮嘞，我唔知你在去啊？我唔知，我看我水都无看呀，我要看佩妮啦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你奶奶跟他讲到的是。我三天看你，你每天电话在打的是。我才困住。啊，我不是叫你把囡仔顾好，你来顾把囡仔放去啦。我今天不是。敢无你来得啊？无你来得出来，我看不住啊。啊，好，我是今晚来请你去来请看卖嘞哈。是什么？啊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是来找你，明天来跟你玩的意思。我是来跟你耍什么东西？好，开去，开去啦。啊，你来跟请看卖，快去请看卖嘞啦。我们找谁啊？伊在拍我去啊！喂，董秋生，等下，你那无去啊？你够心情看患者？啊，患者是我的责任啊！干的啦！看患者是你的责任，你那无去啊？当我找囡仔，都不是你的责任心。囡仔会拍无去，嘛是因为你无在啊！患者嘛是一定做的，我要甲开刀。
接我这。哎，等一下。喂喂喂。哎，春姐，你看我。你看我也不会哦。你阿婶啊。你阿婶啊，自己看。你看你哦，吃糖啊，吃个开嘴。你看，吃个安尼。你足够水的呢，假使阿姨嘛会当有一个像你这够水的囡仔，就很好。你看，遐有鱼仔呢，咱来放鱼仔好不好？好。哇，这只鱼仔呢？哇哇，爸你足了呢！来，你看你爸啊哈！来来来，哇，爸你足了呢，你看，来来，哇，都走去啊！电车来たんですか？我是看伊一个人伫个遐，我们才想讲带伊过来遮佚佗，伊嘛要耍啊足欢喜个啊。是的啦，我无怕伊。この子一日中探してたんです。ご存知ですか？我嘛才拄仔想要带伊回去尔。我唔是青湖人嘞。我是碰上朋友，我叫胡米可。我若是歹人，我都袂出来这附近佚佗，通让恁找到伊啊啦。可能是我的清查，互你无法度通相信我所讲的话，请你等于甲碰上讲，我是一位男的胡米可。我只不过是甲囡仔出来这佚佗一下，绝对无歹意。是不是常常骂恁啊？啊？无啦，唔怪桌上才会骂人啦。来，桌上看卖者。我啦嘛，啊？你走去倒去啊？以后这人无白走，知无？是啦，囡仔找到，你是不是应该甲我讲一下？还安尼狗狗总是跟你走找。啊，我是要去倒去找你啊。佩丽啊，你走倒去啊？哎，你后背走哪里啊？算啥？囡仔遐细汉，伊是晓讲晓。囡仔的面头前大细声，安尼你会甲吓惊着。囡仔是安怎顾的啊？顾胖的面。啊！你小连续遐侪工无去病院，应该做的代志你也无做。啊！规个病院是无用，甲你无目睭，囡仔唔只会顾无好。我无伫顾我代志的心。
谁来顾囡仔一定是我。我无这个意思，我也无讲囡仔就一定爱你顾。你明明知我病的代志遐尔啊多，我搁惊囡仔。是啦，你真无用啊！无用到变作胖囡，搁你无用。你的代志拢真重要，我的代志拢无重要啦。心要孤孤，伊拖心痛，目屎惊到。